那不知道呢，大家呢有没有报名呢？这次呢，我们跑跑海鹰车的全国精英赛呢？如果呢有报名成功的，在这边呢，也要希望大家呢可以透过呢我们在线上呢多多练习哦。因为呢，今年呢我们的全国精英赛呢最高的总奖，最高的第一名的可以独得奖金10万块哦。家里有缺10万块的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哦，紫骸树手上这颗飞碟还是留着，等一下要用的，对吧？就是这个时候，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现在呢很多的道具赛玩家呢，对于车子改的这个数值哦，改的相当不错哦，跟之前一样，都有在改这个逃离水球的、哦、速度呢，可以呢，速度呢会加成的。那玩道具赛玩家呢，应该比较不喜欢洗到就是弯道速度加18嘛，因为好像意义不大，对吧？好，最后一圈呢，究竟呢是哪两位呢？可以晋级最后的决赛？紫骸树目前的几率还蛮高的。哇，但你来一颗飞弹，中，还好呢，有个盾牌，还有没有盾牌？回来了，紫骸树回来了。好，那也要恭喜呢，我们前两名的车手，我们要恭喜呢前两名的车手可以晋级呢我们最后的总冠军赛。前两名呢，分别呢是我们紫骸树，还有呢我们 RCR。